甜蜜旅行瞬间走掉，一言不合闹离婚。我的手机呢？赶不及的话，你跟小孩就先上飞机。我就是要坐下一班的去香港找你们。我觉得还好哎。怎么还好？我买一张机票，全日本的限量2000台，朋友要10台，那他一个人去的话不够。10台？我管你的，要去你自己去。出国的时候都想说为什么不离，回来这里就是啊，至少我们两个手牵手度过了这些东西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